好，这里是忘川语溪。在今天视频的开始之前呢，想先来做一个近期的几单跟我们分享，非常快过一下。第一个就是我之前有发一个动态嘛，然后很多人问我是个什么东西，就是怎么做的，就是我把我之前的这个旅游的这些照片嘛，我一方面是印了个照片，然后另一方面我把它做成了这么一本册子，然后就是一本专属于自己的册子，然后来纪念一下这一段，怎么说这段日子吧？对，然后我其实是通过一个直接在淘宝店家下单，然后通过他给的那个链接去自己 DIY 的这么本册子。对，然后它是可以用手机来 DIY，也可以用电脑。我选择是用电脑，相对来说更比手机要更方便一些吧。我会把那个店铺名称然后打在这个字幕里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去，方便你们去找一下。对。是印的一本册子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印的照片嘛，照片就是印的是3寸的这种样子。然后我还去别的店专门去买了一个相册，它这个相册的封皮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打开使用后就是这样的。我给你们翻一下，大概的这个相册配上这个照片的一些样子。我其实是很喜欢做，就是打印照片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不是很喜欢打印那种5寸、6寸的，我就喜欢打印这种3寸、4寸的照片，然后自己看着就很开心嘛，就是每一段旅程都会想要去打印下来，然后记录一下这样，就是这样。那这就是第一个想要说的东西。然后第二个要说的呢，是在网上买的一个半价文具，就是买到半价文具的原因是那家店好像说是倒闭了，然后就所有都五折嘛。因为我去买的时候东西已经没有什么了，所以我就不把店铺说出来了吧。我先不说店铺了，然后就是五折嘛。如果你们要知道的话，如果你们评论区或者弹幕问的多的话，我就再说一下好了，因为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了。然后这是百乐的那只仙羊，我买下来的价格是45元。但是它是没有上墨迹的，然后我另外去买了一个上墨迹，跟大部分的淘宝的价格比起来，大约差个便宜了10块钱左右。这个是百乐的那个色彩拿，我就是盲买了一瓶颜色，买之前也没有做功课，然后就去盲买了一下，28块钱。这个是店家送的，然后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挺便宜的吧，就是贴那个护照款的轻量纸，15元1本，我看其他店大约要30元吧，对，所以这个是算比较便宜的。然后我其实还在纠结，就之前那个旅行嘛，然后还没有做手账，其实我纠结一下用哪个本子做，是用这个贴的这个护照本还是标准本？然后标准本呢，我又没有它的那个空白的内心，然后就很想做。那我接下来就给你们试写，就是这个百乐仙羊配上这个色彩奶的月夜，对，这个试色。的那种，就是用在笔记中也不会特别突兀，还是蛮深沉的一个颜色。就是我还挺喜欢这个盲买的颜色的，15毫升的，就是小瓶装嘛，反正大瓶用不掉，就买个小瓶也一样。那这就是第二组要说的东西。然后要说的东西呢，就是有一部分是我的朋友从日本帮我带回来的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在国内的那个实体店买的，所以就没有什么链接了。首先是这3个 Hobo 的皮，然后是朋友帮我从日本带的。然后明天的视频中你们还会见到他。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就是明天的视频看，还会有他们的。是2个 A6 的皮加1个 A5 的皮，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款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便签。对，先说这个吧，这个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便利贴的牌子，给你们看，就是哎，又没法对焦了。好了，就是我很喜欢他们家便利贴，然后其实一直想收更多的嘛。他们家之前那个笔型便利贴我就非常喜欢，然后现在做的这样一小条一小条的，我也是哎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心动，对，就有再去多买几组的打算。然后是这2支蜻蜓的这个 brush 笔，然后这个蜻蜓的 brush 笔呢，是我在国内实体店买的，我来给你们试一下颜色。
一些是我感觉有点蓝紫色吧，然后还有就是有点酒红色的感觉，就蜻蜓家的那个 brush 笔嘛，之前不是嘛就推特别多，然后其实我在他推之前就已经种草了，然后就是买他们家笔就很想买全套，就是全套又比较贵，要上千嘛，所以就一般性就是看到的然后挑一下颜色，这样买两支买两支，对，后面就全部都是便签啦、对，然后有应该有两本便签是我自己在国内买的吧，然后有两本还剩下全部都是朋友帮我从日本带的，这两本是我在国内自己去买到的，它其实是便签然后又是一笔剑嘛，然后我就非常喜欢一笔剑这样的东西，虽然字不怎么好看，但是就是很喜欢这些一笔剑。还有一本是这样的，这个的花感觉像是刻的一样，就是会有一些凹凸感，感觉还蛮不错的。剩下的我来给你们介绍，这个是古川纸，美浓和纸的这个就是便签，然后有五个信封的样子，是，对，这个其实国内也能看到好多啊，然后就是也是很想买的。后面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，就是我自己回来之后有在网上试去搜一笔剑，然后都挺有很多都好难找啊。这个是类似一个信纸，而且还是可以作为明信片的这种，看这个好喜欢呢、怎么有这么棒的东西。这个是我知道是 Midori 的那个一笔剑，就是一个花吧。朋友帮我带的基本上都是樱花的。这个的话呢是一个竹子的一笔剑，非常的清新，有木有？旁边又是樱花的夜樱，超好看，跟你们说，就其实有点少女心的这样。就特别特别喜欢一笔剑这样的东西，但是就是国内买起来，国内能够买到的，一是价格都偏贵，二是款式没有我特别喜欢，所以就是有朋友去日本，我就会想希望他们帮我多带一些一笔剑。最后是两卷 MP， 这个 MP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款，就是我朋友帮我拍的时候，我本来没让他帮我买胶带嘛，他拍了胶带那边，我就想说他帮我去看一眼。然后就挑了这两卷，